现在退这个退现在谁进来孩子这外皮还是麻木的，但是有感觉能稍微抬一点低一点。回顾这两起烈性犬伤人事件，可以发现大连咬伤女童的烈性犬没有办理养犬许可。目前大连女孩被狗咬伤致死后，狗主人毕某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，一旦罪名成立，将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